也够一位乃自天地的高僧苦罗那陀。赵谦，你这次前往湖南得了大功啊！感谢陛下。天师姜目将，但是经典需要改写，或是需要发言，正教需要栽培，这一切拢需要高僧的指导。赵谦，目前大师人在何处？启禀陛下，目前昆布法师陪伴大师踮在广州的这几时，一方面是学习汉文，一方面是整理官道历来的经典啊。哥真好奇，当初只是爱你走出湖南故乡，你究竟是如何经回这位天地的故乡啊？启禀陛下，这拢要感谢大师的方法大观。确实，不是大师以从心为念，以护法为志，恐惊要赢回大师，就会败在湖南王这一关哦。丢代实在是太好，你看，佛法舍利甲翻刻经文，拢已经收集好啊。咱回转刘哥的日子也不晚了。是啊，这拢要感谢苦罗那陀大师的协助。这240帖的经文，会当讲是天地加上湖南的精华。不过，张大人，湖南古镇的事也是无下。大部分听到要坐船渡海，阮父异乡就直接拒绝啦。这要如何是好啊？古镇嘛，张大人，混化金。那是欠缺任何一种，咱就要永远留在湖南，无法回国交差咯。云宝法师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啊！一发花痴路。太好色也无地步
怀珠。莫非你的技术是三宗大师？正是如此。现在，现在，这提案真好。也不过，胡丹王敢会答应和大师离开？大师在胡丹国风化三年，不但雕雅俊尊，精修礼器，连老百姓拢认为伊就是替佛说法的活菩萨。有啥物人会愿意将国宝强收送走呢？法师，请放心，下官已经上书湖南王，并召咱纽国的各位，以及弘扬佛法的大旗，这江油并泽的款算，相信今日在此就有答案了。以及各位先生，为师虽然至亲至故，至代至民，但是成就也并非遥不可及。但是恁想要解脱的心力有多强？想要道场的愿力有我大。现在大师算法，春风化雾，微色恶意，破眉开悟。请受五顶一拜。我也要感谢大王啊。
佛大王，你在国境内弘扬佛法持功，所以沙不问一百姓，才有千里威慑的基础，使我能得顺利完成文殊的托苦啊！完成托苦，这大师如同法云，阮将天敌带来威慑的法水，浇灌夫人金色的心田，才短短三年，威慑思想已经大放全境，统领国中，请大师一定要重留夫人，弘法度生啊！我本是以众生为念，以方法为持，以宿命为准，留亦不留，也是以此为标准。所以，你应该都要替我欢喜才对。多海风来，为师功成世大师欢喜，只是，只是不敢以大师便礼啊。大王，请听我一言啊。我的身体虽然离开，但是真心已妙法，早已应留在此。这才是上重要的。相信以大王的智慧，一定是会明白的。现在，大师的使命会当完成，也是我夫人的功劳。再继续经营，就太失礼了。只不过是要返回故乡，也是更加远离故乡，就全凭大师的心意了。大王，何出此言？大师。牛国的书信，伊分部发书，因正在等候，有真重要的代志要
向你禀报，请随本王前往啊。现在，刘大人，不输，阴言就是如此不可思议。大叔已经决定要返回故乡，本王也不便强留。也那是大叔是不是以中土有言，就请您向大叔说明娘国的邀请。娘国的邀请，感谢大王。法师，感恩大叔进前替阮整理大量的经典，以及主持宴请舍利的法师，阮的内心实在是万分的感谢。现在，现在，身为佛弟子，面对如理如法的请求，自动随喜恭敬啊。但不过，除了舍利与金殿之外，皇上也命阮应回高僧，帮助中土佛教昌盛。阮两人再三讨论事况，大师，你就是上殊胜的人选啊！我。是啊，大叔啊，你大叔，请你自闭。中土佛教。观点在古今，大师，中土虽然盛行大事，也不过真正亲的佛弟行者，也只是少数啊。你为请起呀，大师，百世姻缘。Oh!
事，牛国无情，享有和平的局面，皇上也愿意何时也建议方法。阮两人在此代表中土的朝廷以告诫。以及千千万万合乎信佛的真理，以老百姓啊，恳求大师，慈悲随阮前往中土，大开法眼呐！恳求大师慈悲关照。远渡重土，我婆修那曾经讲过，无好事哪个？现在，你为请客。您的请求，我已经尽清楚了。是愿意前往中土弘法吗？不知大师东渡有何心愿？陛下，贫僧是为着弘扬为贤立德，为贤对，东都心愿唯有为贤啊。